我叫魏松岩，不是训师。当我数到一，你就会醒过来。三，二。弟子被鬼魂纠缠了一整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死了之后为什么会附在他身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们一定是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些什么。你有办法帮我恢复记忆吗？我决定了，我想为这些鬼做心理治疗。他和我从小认识人都不一样，和他在一起，我可以看见未来。每走一步，你将变得更年轻。以为是做梦，但很真实。那些幻觉和妄想症的个案，他们所看见的鬼，都和他们的人生经验有关。我没有生病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是真的看到想象。谁在里面？